球 boys， 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了 A11 的四楼，可以看一下它场地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呢，欢迎大家到我们，对，今天就是我们的宝岛梦想家跟宝矿力一起合作办的篮球三对三比赛，现场非常多的高手，等一下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，Go。
外都这样，对国外。黑色羊妹妹，就是我们在 FIBA 33输的那队，然后我们一定要对跑回来，我要用我的速度跟我的三分球还你颜色，替我儿子报仇，结果还是输这样。没错，我们今天的海硕杯宝岛梦想家跟宝矿力联名的3对3篮球邀请赛，然后我们最后是拿第二名，又输给了黑色羊妹妹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其实我早就知道赢不了他们了，但是最后有一颗三分，我吓了他们一下。其实今天打球真的超爽，篮球 boys 记得分享一下订阅。两三个，你也要出个面，就是录我们的剪辑师。有，对啊，没关系，先不用我。然后我们打完比赛晃一下球场。对，我们来晃。你终于可以不用那么的认真了。真的。其实说真的，我因为今天上完班哦，赶来打这个比赛，所以我全身有点软软的，没什么力。然后中间又有三分球大赛。因为我不想听你借口。又有三分球大赛，又有灌篮大赛，又中间休很久，真的没力，软脚那种感觉，感觉快虚脱了。我看一下，宝矿力跟梦想家联名的邀请赛，好，下面是那个主办单位赞助商，海硕，海硕整个行销，宝岛梦想家的 logo 非常帅，宝矿力。我们今天这个宝矿力啊，其实蛮重要，因为我今天大概喝了三罐大的，来这边三罐大的，蛮好喝的，蛮好喝的。不要算人家产品。这边蛮漂亮的，其实在那边打球很帅。对啊，其实这边打球很帅。其实这边没有球场。我感觉你在球场 breaking 好了。breaking 对啊，你要不要去 breaking？ 跳舞、啊？对啊，你直接去 breaking 好了，直接炸！我跳得很丑。炸球场。没错，来花式一下。你说篮球吗？其实这球场真的蛮漂亮的。对
我要试一下，要不要？秀一下。行。同学，你确定？一镜到底啊！对，一镜到底。我现在还是一镜到底。OK， 秀一下。